就能过了老子这关。清修，又是只猴子。施主，不如放下棍棒，也同我学点佛法，如何？小神是黑风山的土地，在此候你多时了。笑，真笑。再往前走就是观音禅院，当年也是香火鼎盛啊。只可惜那场大火哟，后来啊，这禅院又被重建了，可人心若是烧没了，修好一座破庙又有什么用呢？小老儿先走一步，等你过了前面的栈道，咱们自会再见。
心惊动了那条大狗。后院那厮是黑风怪的道友，自称灵虚子，以你现在的道行，恐怕糟了。小猴子快逃，还来得及。你若进了这道门，便回不了头了。Thank you.